我现在，张总，你还没有找到这首歌的状态，整体就是会给人一种有点尴尬的感觉。这个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，明天就要上台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是特别不像你了，找不到自己了，唱也不自信，跳也不自信，一点一点给你抠吧。来，第一个，眼神，你现在全程就是眼神，我们有很多种方法，比方说，你可以狠狠地对着前面的镜头瞪着它，这样是一种，斜着，这样是一种，纯侧面我不看它也是一种。比方说，你有一段唱歌的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许不看他，我就侧面唱，然后最后也许瞟他一眼或者不瞟他一眼，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咱们再说肢体，你平时是怎么走路的？就这么走，就这么走，平时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也不要想我到底适不适合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做我自己。好。然后舞蹈，比方说你刚刚做这个动作，踏踏踏，他不是说做了就做了，有态度的嘛，对吗？空 and 踏，抬个头或者空 and 踏，低个头或者空 and 踏，看着前面，但是你一定要有态度，你不可以就是，对吗？态度，把你所有的压力通过这首歌释放出来，可以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坤制作人。下一组。